我有工作，也有存款，我们未来的生活不会是问题。你曾经经历的痛苦，我没能陪着你，但是未来，我希望以家人的身份，能够一直陪着你。莫林泽，我郑重地向你提出邀请，你愿意成为我余生相伴的人吗？愿意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你是不是因为没给我准备钻戒呀？没关系，你给了我镯子，这就够了。秦瑶，我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。